我是刚刚也是涨了110年，8月。22号，树林站，树林站，9:42。发车是642次哦，树林发车中华灯哈，台东的复兴哈。再见，我的642次树林发车中华灯哈，台东复兴，以及用600星、106以下、602全了。哎，18段树林站驶离了。耶，我的642次终于在树林站18站驶。有时候要看啊，我认识的尾端站的风景很赞的，哎，给你们看一下尾端的风景，是吧？那下面一个马掌门都是第五大柱，然后每个车长个性也不同，好帅。